中坤路啊，来到啊大天宫，来到大天宫啊，参参拜吼，啊，非常的欢喜，感谢感谢啊，一路辛苦，一路辛苦啊。观音寺啊，是在地咱的啊，四个好英雄镇啊，是这个台湾家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这个信仰啊，经过经过啊，这个啊，在天神树啊，一直在那放生树啊，啊，一连串啊，为咱地方的和谐，为咱地方啊，这个啊，安全问题啊。做出非常大的这个贡献，这次呢，啊，由着咱啊观音寺啊做主席，啊来邀啊咱大千岁要来降临降驾吼，啊来到咱啊今仔日呢，我来到咱大天宫啊，来到咱大天宫啊，非常的感谢感谢啊大天宫全体观音院会以及罗阿将弟子，而且诚心啊奉献参拜吼，啊来只迎接迎接咱的。啊，这个观音寺啊，观音佛祖圣驾降临哦。
真主呢，啊，大年岁首大千岁，性格，啊，你所有的艰难顺利，所有的中华队，啊，多谢啊，啊，多谢啊，啊，多谢啊。
啊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，啊，辛苦啊，啊，大家辛苦，啊，大家辛苦，啊，大家辛苦。